有人靠脑力，有人拼起风格风采各异样。从15开始，一直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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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50，1170，厉害，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我想和他在这儿比试比试。现在呢，姐弟两个有点互相不太服气的感觉，要不我们就比单摇。姐姐148次，弟弟的成绩150次，半分钟时间跳出了我2分钟的成绩。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带来的全新节目《多彩少年》。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大家好，我是绿泡泡。首先，我们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三位见证团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教育专家卢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部长刘春荣，歌唱演员刘和刚。欢迎三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挑战裁判团的三位裁判员，他们是双脑障碍闪电心算世界冠军吴美玲，全国跳绳比赛裁判长齐景龙，第14届全国运动会霹雳舞项目裁判乔治。欢迎。随着我们节目不断播出，相信近些日子您对我们的多彩少年呢也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一档全新打造的少年励志成长节目，我们要向所有敢于接受挑战、超越极限的少年朋友们发出邀约，欢迎你早一天登上我们多彩少年这方舞台。在这里，见证团和裁判团会为所有少年挑战者加油助力，见证他们冲云破雾、挑战自我的精神力量，为少年挑战者保驾护航。是的，每一位挑战成功的少年都将会入围我们的多彩少年2022年度的少年英雄榜。来吧，今天的挑战马上开启，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多彩少年，奋勇向前。好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挑战的两位少年呢，已经是摩拳擦掌、蓄势待发。我们话不多说，赶快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闪亮登场。姓名赵高，年龄7岁，身高1.35米。所在地区吉林珲春，基本技能珠心算，计算能力6颗星，贴心指数8颗星，特殊技能帮妈妈算账。来，有请。大家好，我叫赵高，今年7岁了，来自吉林省珲春市。哎，刚才从你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特殊技能这一项，帮妈妈算账，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平时我和妈妈去超市买购物嘛，因为购物卡有限额，买不到所有想要的东西，这时候珠心算就派上用场了。我会尽可能快速地帮妈妈算出需要用的价格，多了就减一点东西，少了就添一点东西。哎，这个里边其实很有学问的啊。是，就是怎么样能够在金额范围之内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哎，能够买到比如说300元的卡，买到299.5块啊，那就是最划算的嘛。我这刚说是想要说什么？不是，我们感受就太深了啊，太多了。每次带着孩子去这个超市买东西，肯定都超。我跟你说，这就超出自己的
这个预算，因为小朋友什么都想要，是吧？是，哎，啊，但是我觉得呢，从小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财的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展示一下你这个方面的能力，好不好？好，我们就请何刚叔叔呢来推上那么一车的货物，让咱们小朋友帮着你算算账，好吗？来了，来了！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哎，还真是啊！哎，你看看看看，哎，这是什么？有蛋糕，有蛋糕，还有灯笼，福字儿啊。我关心的是何刚叔叔这打算花多少钱把这些东西拿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的限定条件，花多少钱啊？你的预算范围是多少？我的预算范围，哎，包不包括这个？包括，全包括，总共300。你确定吗？300块钱，今天只想花300块钱，对，要给全家置办年货。是的，是的，准确的说是尽可能多的，对对对，来购物。以300块钱这个为基准呢，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最大尽量的多买点。好，可以吗？好好算算。这样，那个赵高同学，请你先来统计一下刘和刚叔叔想要买的这些货品一共多少钱？好，好吗？好。大熊70元，哎，蛋糕39，必须得买了，是不是？兔子20块5毛，整有零啊，13块9，三个发卡15块8，每一个15块8，对，18元红梅，福字儿24块6，24块，这挺贵呀，卖的稍微贵了一点，这是春联儿吧，22块8。17块5，哎，这个也是17块5，17块5啊！你看，都得买两一对一对一对的。9块9的小灯笼，是。好，最后这个套装呢是11块6。还有吗？还有一个，还有，分别是15。好事成双，全是。好，赵高同学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总金额多少钱？359.4。359.4，哎呀，哎，对了，完全正确。哎，但是我们何刚叔叔说了，就带了300块钱。对对，是，我必须要用300元以内拿下这些东西，拿下这些其中的东西，尽可能多的，哎，拿这里边的，尽量能多拿就多拿。有3样东西啊，被排除在外了哈。哎，还剩294。我看啊，对，沙发卡有了，蛋糕有了，玩具有了，哎，春联也有，都有，还有一套春联。哎，你聪明极了，你看出2套春联。哎，既照顾到了我们的这个总的预算，对，而且呢，而且也照顾到了这个年货的方方面面，也照顾了我的心情。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成功的赵高同学，谢谢呀，谢谢高同学，谢谢谢谢，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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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好，谢谢。哎，我们的赵高同学看来还是非常的厉害啊！现场模拟帮妈妈算账哈，那我们妈妈本人也在现场的，哎，是像儿子就平常跟您逛超市的时候的这种情景吗？哎，是的，没错，就是这样。他不但平时是我的小帮手，在家里也会帮助我算账，因为我工作每个月都会核对一下账目，他就看我在这算的贼慢，他就过来帮我。哦，冒昧问一下，妈妈是做跟这个财会方面的工作吗？销售，贸易销售。哦，就总之有这个要算账的这个时候，宝贝儿就会在旁边帮助您，是吗？因为他看我发了计算器特慢，然后一往还算错，所以他说妈妈我来。
哎呀，这个有点凡尔赛，看扒拉计算器觉得特别慢。看来这个还是确实是身怀绝技。所以刚才呢，虽然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常识点啊，但是我们赵高同学其实本领还有很多，对不对？对。接下来还能展示一个什么本领？拨珠。拨什么珠？算盘。拨算盘珠。就是拨算盘的意思。算盘珠。哎，说到这个算盘啊，现在我想请问一下，会打算盘的老师，请您举手。哎呀，只有您一位了。你看，小时候我记得好像都学过啊，但是早就已经忘了。对，算盘课好像也上过，但是很少。嗯，能不能给我们嘉宾老师发一下算盘，咱们体验一下，好不好？好，来，请道具老师上算盘。哎，好像跟我们小时候用的已经不太一样了。对，现在会打算盘的人确实是不多了。没错。嗯，关于这个算盘，应该还有一个口诀，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好不好？好。嗯，一把算盘四边框，中间握着一条梁，上珠下珠穿成串，加减乘除都能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际的操作一下。各位老师还会用吗？嗯，好，没关系。考虑到这个因素了，所以说我们特意备了一个计算机啊，验算一下，看一看我们赵高同学的计算是否正确。那我们先来算这个，刚才上面说了加减乘除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来算加减，好不好？好，我来出一个题啊，从15开始一直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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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50。好，没问题吧？没问题。好，准备，开始。我算完了。算完了。我们请赵高同学大声地报出你的最终答案是1170。1170，我们请管彤姐转过计算器看一看答案。1170。嗯，刚才我俩谁快？您只比他慢了1分钟而已。小朋友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那刚刚我们只是展示了加法，我们接下来展示减法，好不好？好，就从1170往回减。1170，依次的递减，减到36啊！给我一个最终答案啊！来，准备好，预备，开始。算完了。加油加油！好，我也算完了。好，不错，这次差距时间差距没有那么大。来，赵高同学报出你的正确答案。525。好，我们来看一看计算器给出的答案，525，厉害。我是觉得如果计算器摁错一个键的话，那得要从头开始，反而更慢。对啊，那你在算的时候有可能拨错吗？有，也有拨错的可能。但是你为什么那么快呢？是挨个那样算的吗？是是啊。哦，那如果你拨错了一个珠，你能够就是修正这一次错误吗？还是要从头算？能修正，但是错的几率很大。哦，就容易乱，是不是？对，也是最好一气呵成。哎，所以这也跟这个平时的这个练习还是分不开的啊。好，加减已经考核完了，我们都知道乘除会更难，乘可不可以？对，也可以。哎呀，这一次我觉得我胜券在握啊，速度可能会快，是吧？好，那我们把这个出题的机会呢留给我们的这个电脑，好不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嗯，718乘以529，开始。我算完了。
我也算完了。好的，来，同样还是请赵高同学先说出你的答案。379822。379822，回答正确。可以再试一道吗？可以。来，归零啊！来，二位，请回头。980×177。我算完了，我也算完了，几乎是同时啊。先说出你的答案。173460。173460，太厉害了。其实我本来认为他算三位数乘以三位数一定会比刚才算加减法的时候要慢很多，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基本上速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下面的考核，说加减乘除都能算。你现在学除法了吗？刚学两个月。刚学两个月哈，那就属于初级阶段，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除法要不要咱们请一位高手给大家来展示呢？好，我们请吴老师给大家这个用算盘来演示一下除法，好不好？好，来，我们请卢奶奶来出道题目吧。好，几位除几位比较好？随便出吧。2233445×123。这是七位数啊，除以三位数。18158.089430011。后面因为算盘档位有限，就算不了了。完全正确。这家太厉害了。接下来借这个机会也请教一下这个吴老师，现在就是这个算盘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生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对来说，可能很多孩子现在在生活上呢，用到算盘的机会呢是比较少。但是对于学珠心算的孩子来说，这把算盘呢却是万万离不开的。因为珠心算呢，它是凭借着这个算珠的直观形象，然后按照呢珠算的算成模式呢，是在大脑中进行运算。所以珠算对于珠心算来说就是一个根基，是基本功，它需要通过这样不断重复的练习和时间的积累，是一个基本功。那您现在还会平时还会有这方面的练习吗？我会练习的，特别是需要突破、需要提升，或者是有比较难的题的时候，一定要借助算盘来突破。就是我刚才看到赵高打算盘呢，是非常的清晰的，而且很稳、很快，所以说明他的这个基本功呢还是比较扎实的。有这样一个扎实的功底呢，他的珠心算的水平往更高的方向进步呢，也是不成问题的。好的，谢谢谢谢。哎啊，刚才通过我们的加减乘以及吴老师的除啊，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珠算的这个神奇，对不对啊？对。哎，那除了帮妈妈算账以外，你觉得练习这个珠心算还有什么好处吗？在班里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哎，看来对数学的这个提升还是很明显的。哎，那我还挺好奇的哈，你是怎么想起来去学珠心算的呢？是你自己想要学的，还是说是妈妈建议你去学的？我班同学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他在班里数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当时我在班里成绩一直是万年老二，然后我就特别疑问，回家问妈妈他为什么数学成绩这么好，原来是因为他学了珠心算，然后我就告诉妈妈我也想学。哎，是这样吗？介绍一下。没错，是这样的。然后他就是特别有上进心，但是从小被我和他爸爸给耽误了，因为我们工作忙，从小他就是跟着姥姥和姥爷一起在农村长大的，然后就是6岁之前在农村学会了种菜、喂鸡这些，其他基本没学。然后就觉得上学以后差距特别大，那时候我们想后来补一补，没想到他学的还不错，然后打开了眼界，对生活和学习都有帮助。其实我觉得妈妈说的饱含深情啊，但是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同意，不能叫给他耽误了。6岁之前，我觉得接触大自然，
这个多接触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事物是吧，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特别好的，所以说呢妈妈大可不必这样想。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赵同学呢学习了珠心算之后，无论从学习成绩还是自信心上，是不是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呢？就是自控能力，然后就是集中力都有提升。你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赵高同学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对不对？你看今天都走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多彩少年的舞台上，都开始来挑战了，所以说你这是很有潜力啊。对自己有信心没有？只有一点点啊。只有一点点啊，还有点保守啊。不行，我觉得妈妈得给儿子这个鼓鼓劲儿，加加油，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自己的挑战了。儿子你是最棒的，要相信自己，加油加油。那么现在告诉我们，你对今天的挑战有没有信心呢？有。有，非常的干脆啊。好的，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多彩少年奋勇向前。本轮挑战为快速计算福袋金额，大屏幕将出现50个福袋，每个福袋将以1秒的速度随机闪现金额，挑战者将进行加法计算得出总和，答案正确则视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一共有2次机会，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有请我们的裁判员宣布挑战开始。我宣布挑战开始。好，我们看赵高同学已经在答题板上写下了自己认为正确答案，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多少，请看大屏幕。好，正确答案218859，也就是说现在题板上被挡住的答案如果和大屏幕上的一样，即为挑战成功。如果有偏差没有关系，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下面我要为大家揭晓赵高同学的最终答案。第一位正确，第二位正确一，三位八正确，看看第四位八正确，第五位五正确，还有最后一位。九完全正确。本轮快速计算福袋金额挑战全程严格遵守挑战规则，在此我宣布赵高挑战成绩有效，裁判吴美玲。让我们掌声祝贺赵高同学挑战成功。祝贺。
的，也谢谢我们吴美玲裁判，谢谢，谢谢，真为你开心。因为我觉得这小伙一上场啊，似乎在老说，我就一点点自信。对，啊，我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把握。对，而且一开始也有一点紧张，但是没想到呢，还是很沉稳的啊。我们来问问妈妈，平时这个孩子的性格就是这样吗？我感觉到还是心理素质还是很不错的啊。平时就很沉稳，就是他这个年龄体现的，就是我总认为他是一个大人。并不像小孩子平时跟我聊天说话哈，对我感觉忽略他是孩子了。有时候就是他在摸摸玩玩具的时候，我才觉得他原来真是个七岁的孩子。不过呢，今天我们的赵高凭借着自己非常出色的表现啊，在第一轮就挑战成功了。我想我们的几位老师呢也是深有感触。卢老师厉害了，赵高，我觉得你最厉害的在哪儿呢？你看到你跟第一名有差距，你不是去嫉妒人家，而是想超过他。超过他问妈妈什么方法，人家学了这个你就去学了，于是你就超过他了。这是最正确的竞争方法，谁好向谁学。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的小朋友都要向你学习啊。什么叫我能行啊？自己战胜自己就是我能行，真的很好。我就是年龄大了，要不然我也学点珠心算。祝你成功。谢谢卢奶奶。其实我想跟大家一块说，跟妈妈一块分享的是，在这个六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孩子并没有缺爱，因为有姥姥跟姥爷，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幼儿园，教会了他怎么样去亲近自然，怎么样去过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塞翁您都没有失马呢，其实焉知这样的非福呢。想送给妈妈跟小赵高的一句话就是，人生路长，莫要慌张，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加油。谢谢老师。这个时候自己有什么想说的吗？特别开心。很实在的啊，确确实实此时此刻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来说，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一次挑战成功，肯定喜悦是现在此时此刻最想表达的啊，也为他今后的学习注入了新的能量，对不对？对，回去再去学习，学珠心算也好，学各个学科也好，就会觉得充满了这个干劲儿。加油，希望你学习成绩永远领先，好吗？好。好的，在此呢我也荣幸地宣布，我们的赵高同学成功入围多彩少年2022年度少年英雄榜。好的，再次祝贺，继续加油，再见。有人靠脑力，有人拼体力，登上我们多彩少年这方挑战台的各位少年啊，正可谓是风格风采各异啊。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一对体力值爆表的姐弟，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吧。这是我弟弟，他叫张代宁，今年8岁。他话不算多，但想法可不少，总让我当他的出头鸟。我叫张代涵，今年也是8岁。没错，我俩是一对龙凤胎，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跳绳是我俩共同的爱好，至于成绩嘛，他现在好像比我强那么一点点。停停停，老弟，我跟你说件事儿吧，我要去多彩少年的挑战台上挑战我自己了。要去多彩少年？那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吗？我考虑考虑吧。考虑什么呀？我又不比你差。还考虑考虑，还是很可爱的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少年挑战者登场。姓名：张代汉、张代宁，年龄8岁，身高
1.32米、1.28米，所在地区北京海淀，运动能力6颗星，跳绳水平6颗星，默契指数8颗星，挑战宣言姐弟同心齐力断金。欢迎二位。哎，刚才在视频的最后我们好像听到啊，这个弟弟求着姐姐能不能带我一起来，对不对？那现在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带你来了吗？不知道。不知道啊，姐姐给她解密一下。我想和她在这儿比试比试。哦，想在这儿和自己的弟弟比试比试，可以吗？可以。可以。为啥要比试啊？因为一开始我比他强，但是现在他比我强了。就是指的是跳绳是吗？跳绳。哦，现在呢，姐弟两个有点互相不太服气的感觉。但我觉得哈，究竟谁比谁强，咱们现场以事实来说话。对，因为我和管儿姐呢，一直就是特别有爱心嘛，所以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原则，我们现场是不是不仅要比试，还要请上专业级的裁判老师来给我们当裁判，好不好？好，来，有请齐景龙老师。您给出个主意，看看怎么比。要不我们就比单摇。单摇多长时间呢？咱们1分钟还是30秒？怎么？30秒。30秒吧。这是姐姐同意了，弟弟同意吗？弟弟同意吗？同意。那多比一轮你同意吗？同意。比3轮你同意吗？哎呀，行，弟弟好说话啊。那咱们这样，3局2胜，好不好？好。来，第一局谁先开始呢？我们可以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来，石头剪刀布。好，赢了的可以选择。弟弟，你选择第一个上场还是第二个出场？后跳。后跳。哎，别跳。来，请听我们齐景龙裁判的口令。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第一轮，我们的姐姐最终的成绩是多少呢？姐�姐最终的成绩是74次，我们只数她右脚成功过绳的次数，那么乘以2的话就是148次。半分钟的时间，跳出了我2分钟的成绩。接下来弟弟，看你的了，来。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弟弟的最后成绩75次，乘以2的话150次。第一轮弟弟获胜。哇，毫厘之间啊。怎么样，姐姐还有信心进行第二轮的比拼吗？你觉得刚才哪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吗？速度。速度。对，速度要提快。动作上你觉得刚才做得充分吗？比较充分。比较充分了。好，来，我准备好开始第二轮的比拼。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Thank you.
这一次跳得非常好啊，超越了上一次弟弟的成绩，最后成绩78次。哦，来，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弟弟，这时候觉没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压力？有一点吧。会影响你吗？觉得还好吧。还好，好，我们排除杂念，好吗？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我们看到了，其实显而易见，弟弟刚才有2次失误，肯定会影响他的成绩，三次。但是我刚才其实注意力后半程都放在姐姐的身上，你刚才就是一直在有一些轻微的动作，包括脸部，是在干什么呢？怕他超过我。等于你刚才是在帮弟弟在数，对不对？虽然没有目光直视他，但是你是身体都跟着在一起的律动，在帮他数，对吗？对。好，来，我们来听一听第二轮弟弟的成绩。第二轮弟弟的成绩68次，这一轮姐姐获胜。好，1-1。其实坦白的讲，我觉得弟弟在一开始前15秒钟，他的速度其实要比姐姐快。我感觉。但后来为什么有失误呢？我觉得可能是姐姐的成绩对我有一些影响吧。嗯，小杂念已经有跑到你的小心思里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比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首先要保证不能失误，高手对决有失误肯定就失败了。对，在没有失误的前提之下，又要充分调动，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甚至是超过训练水平的成绩，这个真的很难。其实现在你看他们两个比赛，就其实就像我们竞技比赛一样，高手之间不存在什么差距，毫厘之间，第一次74、75，实际上就是一个的差距。嗯，但是心态上反倒决定了他的成败。最终的这个选择权，我觉得还是留给两位小朋友。如果怕影响接下来的挑战，可以放弃。你们还愿意分出胜负吗？愿意吗？愿意。愿意。我也愿意。好，现在做好准备了吗？好，第三轮比赛，准备，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姐姐第三轮的成绩是77次，乘以2之后154。可以说水平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非常稳定，真的是非常稳定，基本上每次就在1个到2个的。对，而且你看他的心态特别好，就是一个速度，我也不求前面快啊，这样我能保证我后程有体能。弟弟准备好了吗？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第三轮的成绩69次，138。我宣布，姐姐获胜。
恭喜恭喜姐姐。弟弟你也是成功的，有一句话你知不知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了，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弟弟，二位表现得都很棒。同样也谢谢我们的齐景龙裁判，谢谢您。谢谢。谢谢。一上场哈，姐弟俩通过这个竞技的方式哈，非常直观地进行了一小小的较量。但是刚刚姐姐也说了，之所以想要和弟弟一起登上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是心里也有一个小小的结，对不对？因为两个人一起学习了跳绳，一开始和弟弟的水平，弟弟是跟你相差很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儿有一个几个阶段的两个人的对比统计表哈，我们来看一看。好，第一阶段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时间2019年5月，年龄5岁，项目一次性连续跳，姐姐40到50，是不是少一零？我们问问当事人，5岁的时候跳3到4个，是，对，当时差距就这么大吗？姐姐，对，是这样的。那时候弟弟属于基本不会跳的水平，是吧？跳两下就断了嘛。对呀。那当时你是比他练得早还是怎么？为什么领先那么多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是一块儿开始练的，然后每天我们练的项目也都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和我差那么多。这等于是碾压性的这种优势，差距相当大，成绩差了10倍还多。好，我们看看第二阶段姐弟俩的表现如何。有追上来一点吗？时间过去了快1年的时间，那么1分钟的单摇并腿跳绳成绩就持平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持平了。5岁到6岁那年发生了什么？爸爸妈妈弟弟是不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为什么就上得这么快呢？成绩这个主要是就是我和姑娘会经常我们去公园呀或者出去玩啊，我喜欢摄影，然后我就经常给姑娘会去拍照片，然后儿子和爸爸呢就等在边上，他就会自己去原地的那个徒手跳。然后这个他会经常频繁的去做这个，所以他那个节奏和他那个腿部的力量都会好一点。等于说是这1年当中弟弟还是加强了练习，是吗？弟弟当时心里怎么想的？有没有就觉得想要超越姐姐的那种想法呢？我有这个想超越姐姐的想法。没有没有哈。有啊，有有有。你看看那姐姐看到他的成绩跟你持平了之后，心里会有一点点的紧张吗？我不太紧张，但是我很惊讶。对，我们当时有一个记录本儿，然后他给我数，我给他数，我总觉得他给我少数了，这样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就是总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公平。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去找妈妈解决。对，当时他们就因为这个会有争执，但是当时他们的整体成绩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是特别鼓励的话语去说，我说孩子，你们俩跳的已经非常好了，再去练两轮，然后一会儿妈妈空下手来亲自给你们数，然后他俩就照常去练习了，都是以鼓励练习为主。那经过了这个技术风波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下一阶段成绩又发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吗？第三阶段半年以后，1分钟单摇，姐姐已经达到了190到200，弟弟200到210，完成了反超，而且我认为可以说是逆袭。这个时候，妈妈会就是专门在她不注意的时候，她休息的时候去帮我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动作上有什么缺陷，然后我怎么提高速度，他会适当帮我一下。你是说妈妈在这个时候给你这儿来助阵来了，是吗？对。妈妈有这回事吗？这有一个这么个过程吧，就是一开始在很快就到一年级，元代家庭跳绳比赛的时候，儿子是冠军，姑娘是亚军。姑娘就跟我说，她说妈妈，你知道吗？其实我也特别想得一次冠军。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触点。我就那会儿就想，要不去考一个跳绳教练，系统的去学习一下理论知识，就是这些，给他一些除了口头的鼓励，再给他一些比较有用的指导和帮助。这姐弟俩这么优秀，首先有优秀的这个父母，是不是哈？我们来看看最后第四阶段，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快2年的时间过去了30秒单摇。双脚轮换跳绳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姐姐的最好成绩来到了158，
弟弟是159.5。也就说姐姐在我们的舞台上刚刚接近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弟弟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哈。其实我觉得家里有这一对姐弟还是龙凤胎哈，挺好的，两个人练起跳绳有个伴儿。虽然说刚才我们感觉到有一点点针锋相对的比拼的这个意味在，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欢乐和融洽的相处。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视频来看一看姐弟二人平时在家里共同训练时候的场景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那个没太看明，太看清了。这有专业的名称吗？就这种跳法叫什么？车轮跳。车轮跳哈，能给我们演示演示吗？现场可以。哇！哎，这个不会缠在一起吗？刚才谁先跳的？刚才是。哎，我觉得这个不亲自试一下，光靠说可能还是体会不了它那个究竟的奥妙。没错，那我们请我们的嘉宾老师、裁判员老师，要不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来，我们有请齐老师还有乔治一起来。怎么能我没跳过？这没有跳过，所以我得用2分钟时间啊，现场教学。哎，现场教学，这个第一个简单点，左手画个圆儿。可以吗？好，第二个右手画一个方，预备开始。右手画方，左手画圆。不是，我感觉画一画都是圆。好，齐教练，原本乔治可能跳个10个8个，你这一画吧，他一个跳不了了，光想着画圈了。这个就是花样跳绳的独特魅力，打破了你的常规。原来我们是双手摇，现在我们是一只手摇，另外一只手帮他摇。来试一下。我得近点走。哎，第一个是对的，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下他又回归了两手摇。对，这一下摇。对，我看他俩刚才跳的挺轻松。对对，他跟那个，我们看你跳街舞也挺轻松，我们也来不了。对，速度也有专攻。来，尝试预备走。哎，我的，好。哎，可不可以？我哎，看，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融合。但是可能你要是加入的话，可能我这个我得练一练。刚刚乔治教了我2个脚步，哎，可以把他这个街舞的脚步融合在我们跳绳当中。哎，对，您融合可能更加游刃有余，因为您好。哎，哎，好，学了一段街舞，这就是花式跳绳和街舞的融合。要想在奥运会上街舞项目我们拿冠军，我觉得以后这个课题可以研究一下，怎么给跳绳融合一下啊。好创意。哎，所以说在我们多才少年的舞台上总是会擦出这种意想不到的火花。谢谢二位带来的融合分享啊，谢谢二位。刚才是我们一个互动的环节，让我们大家共同感受了一下跳绳运动，尤其是花式跳绳的这种魅力啊。书归正传，说到我们今天的挑战内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怎样的挑战项目。请看大大屏幕。请看大屏幕啊！我们来看全国跳绳竞赛的获奖证书。
这个是我们参加2022年全国跳绳联赛线上分站赛第二站的2×30秒双摇接力。哦，这个怎么理解？两个人接力，每个人跳30秒。哦，然后总成绩。算总成绩啊，所以说今天呢，别看刚才两个人有一点点针锋相对啊，但是真正挑战环节的时候，还是要双人合璧，共同来挑战，是吗？嗯，那么在获得这枚第一名奖牌的时候，嗯，你们当时是各自跳了多少个？我跳了75个，我跳了80个。哎，那么总成绩就是155个。155个。今天有没有制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呢？就是超越155个。有没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有。好，请问张代汉、张代宁姐弟俩，为了今天的挑战，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好，那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那就是多彩少年奋勇向前。本轮挑战为2×30秒双摇接力跳绳，两名挑战者将依次完成30秒双摇跳绳，最终成绩超过155个，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只有2次挑战机会。好的，一会儿大屏幕倒计时开启，当倒计时到30秒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会说换，然后另外一名选手接力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好，请我们的裁判员宣布挑战开始。运动员准备，预备，跳。时间到，现在我们的第一轮挑战的成绩已经在我们的裁判员齐景龙裁判的手中，请您为我们宣读一下最终成绩。本轮2×30秒双摇接力跳绳挑战最终成绩为154次。未超过预定目标，经裁定，该成绩无效。裁判齐景龙。我们的目标成绩是至少156个，等于说跟最高纪录之前的最高纪录就差了一个啊，跟超过差了2个啊。没有关系，按照我们的规则还有一次，对，还有一次挑战机会。从技术上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任何问题，主要就是频率上看能不能突破，每个人多一个，只要多一个就成功了啊，这就是跟自己挑战，超越自己，我就比自己强一个，好，我们就能成功。好，我们进行第二轮挑战，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本轮二乘三十秒，双摇接力跳绳，挑战最终成绩为157次，且过程中无犯规动作，经裁定该成绩有效。裁判齐景龙。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张代汉、张代宁挑战成功。恭喜你们！太棒了！也谢谢我们的裁判，谢谢齐景龙，谢谢齐老师。要值得说三遍，真棒，真棒，真棒！明显感受到，在第二次的尝试当中，我们弟弟顶住了压力，而且的起始速度提高的非常快。到后面感觉到体力略有下降的时候，还在咬牙坚持。咬牙顶住了啊！那妈妈现在是不是也非常激动，也有一些什么话要送给你的宝贝们？就今天来台上那个终极挑战的时候，还跟我说，妈妈，我们可能会失败。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比赛的时候只要想着它的节奏和速度，你不要想成败，尽力就好啊。就说了，我说现在他能取得这个最终终极挑战成功，其实我也蛮欣慰的，因为他可能在一段一段的在成长，确实一点一点在积累，我也特别欣慰。妈妈在鼓励两个孩子的时候，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鼓励的时候，不是指你很棒，你很聪明，你很厉害，今天你挑战成功了，恭喜你等等。她实际上是特别的善于观察，而且点赞到了细节，夸奖到了细节里面，也就是有一个具体的行为层面可以继续去复制的。所以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是怕了我也敢去做。我很感动，说实话，因为我也有两个孩子，真的，你看看姐俩，虽然是因为跳的多与少会有争执，那大家会有相互的抵触，但是最终两个人齐心协力完成了最后的挑战，我觉得这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永恒的情感，加油！姐弟同心，其利断金，既是朋友，又是伙伴，还是对手。比学赶超啊，有对手跟没对手不一样，一个人跳两个人跳也是不一样。你们俩今天的表现证明了这句话，我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好，希望你们跟你们教练好好学，妈妈也很了不起啊，你们跑得快，孩子一样跑得快。好，祝你们全家跑得更快，跳得更好。谢谢卢奶奶。谢谢卢奶奶。那希望姐弟俩在今后成长的道路上能够继续这样相互激励、相互鼓励，不服输，不怕输，相信你们会走得更远、更高、更好。加油！好的，在这里呢，我也非常荣幸地宣布，两位小朋友成功入围了我们多彩少年2022年度少年英雄榜。好的，谢谢，期待着你们再创佳绩，好吗？加油，加油。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相信少年挑战者们的出色表现一定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的，感谢我们现场的见证团还有裁判团的各位老师，也祝电视机前的青少年朋友们前途似海，光芒万丈，多彩少年奋勇向前。这里是少年的舞台，凝聚微光，逐梦星海。少年无畏，自当奋勇向前。中央电视台全新节目《多彩少年》，高能来袭，敬请期待。